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今天带我妈妈到这个县里面的这个医院里面来，检查一下身体。然后年前就是做了一个手术，那个支尿管手术。来的话也顺便把那个支架取了。然后现在这个疫情当前，所以说走到哪里都要戴口罩，而且像进出医院的话，还要带那个小牌牌。就是一个像一个工作证一样的。现在出来给我妈妈买一点那个水果回去。现在吃饭还好，在我们县里面的话还好，上次去泸州的话吃饭的地方都没有。人家好多钱斤啊？这位三斤。都生了吗？这有点生，我想买熟点的，买回去就可以吃的。哎呀妈！我的呀！好少的人啊！这就是城里现在的现状，以前好多人的。走了，香蕉买好了，也准备回去给我妈妈打饭了。现在进医院还要量体温做登记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就在这里打饭吃了。